烧的水啊，煮沸腾的水，浸泡。木耳浸泡了两个小时，它就这样子了。用烧水烫，烫了放它半小时，然后拿那个冷水再泡它一个小时半，切硬硬的不要。切成这样子 ，OK。我们腌制的酱料有六粒葱头，四块，南乳、五香粉、胡椒粉、盐、糖、花雕酒、麻油。玉米粉、面粉、少许的胡椒粉，盐、五香粉、烧起了五香粉，糖一茶匙，面粉两茶匙，薏米粉。茶匙，花雕酒，两茶匙，麻油，一点就好了，少许。这个蓝鱼四片，然后它的水，它的汁，三汤匙，然后酒，对，搅均匀，搅均匀它，然后放去。葱头仔，葱头仔敲，八戒，再加点盐，然后放粒鸡蛋，看这样子。腌制它，开始试了，如果这样子就可以发了，空空的饭。
新的材料。放那个蒜米一粒，然后这个放进去。
切，用汤匙烫几下，看到吗？让我来吃一下喽，一点浓汁。好了的客渣渣喽，你看它的字是这样子浓浓的哦，所以不用再打芡了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这个是炸好的肉，刚才我拿一些上来这样子吃，蛮好吃的，很香的哦。是客人黄婆梅，我今天煮的就是这个客家炸肉，看煮好了，然后我还有留一点那个炸了的哦，这样子吃也是很好吃，你们可以学试试看啊，我会放那个食谱在后页那一项啊，我们大家试试看哦。客家炸肉，希望你朋友们可以支持。接下来我还会再煮客家菜或者是火锅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